一、刘辩子孙和家得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，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。二、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，并会众的首领，说：三、亚大陆、底本、亚谢、宁拉、西实本、以利亚利、士班、尼波、比稳、四，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所攻取之地，是可牧放牲畜之地，你仆人也有牲畜。五、又说：我们落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，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。六、摩西对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说：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，你们竟坐在这里吗？七、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，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？八、我先前从加利斯巴尼亚打发你们先祖去窥探那地，他们也是这样行。九、他们上以十个谷去窥探那地，回来的时候，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，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。十、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，就起誓说：十一、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，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起誓应许之地，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。十二、唯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安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，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。十三、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使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，等到在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代人都消灭了。十四、随之你们起来接续先祖，增添罪人的数目，使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发烈怒。十五、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，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，必是你们使这众民灭亡。十六、两支派的人挨近摩西，说：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垒圈，为妇人孩子造城。十七、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，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，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，要住在坚固的城内。18、我们不回家，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。19、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，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。20、摩西对他们说：你们若这样行，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器出去打仗。21、所有带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过约旦河，等他赶出他的仇敌。22、那地被耶和华制服了，然后你们可以回来，向耶和华和以色列裁为无罪，这地也必在耶和华面前归你们为业。23、倘若你们不这样行，就得罪耶和华，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。24、如今你们口中所出的，只管去行，为你们的妇人孩子造成，为你们的羊群垒圈。25、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对摩西说：仆人要照我主所吩咐的去行。26、我们的妻子、孩子、羊群和所有的牲畜都要留在基列的各城。27、但你的仆人，凡带兵器的，都要照我主所说的话，在耶和华面前过去打仗。28、于是摩西为他们嘱咐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，并以色列众支派的族长说：29、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，凡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去打仗的，若与你们一同过约旦河，那地被你们制服了，你们就要把基列地给他们为业。30、倘若他们不带兵器和你们一同过去，就要在迦南地你们中间得产业。31、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回答说：耶和华怎样吩咐仆人，仆人就怎样行。32、我们要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过去，进入迦南地，只是约旦河这边，我们所得为业之地仍归我们。33、摩西将亚摩利王西宏的国和巴山王二的国，连那地和周围的城邑，都给了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，并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半个支派。34、迦得子孙建造底本、亚他路、亚罗尔。35、亚他路朔反、亚谢、约比哈。36、伯宁拉、伯哈兰都是坚固城，他们又垒羊圈。37、流便子孙建造西实本、以利亚利、基列亭。38、尼波、巴利缅、西比马、尼波、巴利缅，名字是改了的，又给他们所建造的城另起别名。39、马拿西的儿子马吉，他的子孙往基列去，占了那地，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。40、摩西将基列赐给马拿西的儿子马吉，他子孙就住在那里。41、马拿西的子孙雅尔去占了基列的村庄，就称这些村庄为哈沃特雅尔。42、罗巴去占了基纳和基纳的乡村，就按自己的名称基纳为罗巴。